说，去哪儿？这不是我干的，我哪知道去哪儿？你定，事儿是你揽的，你定。那就我定。职责令牌，你可以全院行走，按法问话，不得让任何人知道你在找什么。你能猜不到这是个什么东西，你躲不掉。闭嘴！许你一个时辰，割包割命，别浪费自己时辰。 时限到，就是我办不妥了。明白。若办妥了呢？一斩。凡是局中的人，都想法给自己留条活路。敢不敢赌一赌？我可以在这个府里为所欲为。你觉得有机会吗？给自己留了条后路。谁红？我定。咱们现在是。 下车，咱俩顶多算并排行船。如果我说整件事还没结束呢？